看样子你是准备好了，姐姐，这里怎么充满着一股屎的味道？姐姐，让你吃屎！<笑>没文化，没文化，我吃的哪是屎？这个东西叫榴莲，这是我特意托朋友从马来西亚运过来的高级货。赏你一口。姐姐，我才不和你们同流合污呢，我绝不吃屎。准备好了，这桶对我来说也太小儿科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娘娘，娘娘！哎呀！救命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女神姐姐，我这只手还空着呢，还能再扛起一人。姐姐，要不你也来试一试？行了，明天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，去一个地方？啊啊啊啊啊！哎呀！